宝骏510自动挡订单破万，助力全系热销。想买一款高颜值高性价比的小型 SUV， 你的目光一定会在自主品牌当中搜索，而宝骏510自上市以来，凭借其高颜值以及齐全的配置，成为了消费者们目光汇聚之地，销量表现持续位列同级别车型的冠军宝座。与传统车辆的销售，在传统车辆的销售淡季，宝骏510依然保持月销量同比稳步增长的势头，八月销量更是刷新了2017年小型 SUV 单月销量记录，达到了惊人的38012辆。随着销量的攀升，消费者对于自动挡产品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。就在9月8日，宝骏510自动挡应声而出，截止到9月26日，自动挡车型的订单销量已经突破了10000。19天破万，宝骏510自动挡成功延续了宝骏速度。近三个月，宝骏510的月销量皆超过了30000辆，而在自动挡车型上市之后，破万的订单表现已经接近了1/3的月销量水平。不得不说，自动挡车型满足了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渴求。9月还未结束，宝骏510全系销量已经突破了20万辆。不到8个月的时间，在小型 SUV 的细分市场得到20万辆的成绩，宝骏510再次捍卫了神车的地位。宝骏510自动挡延续了延寿的外观设计之外，在驾控体验上也是下足了功夫。旋钮式换挡与换挡拨片的加入，大幅提高了宝骏510自动挡的品质感。精致的手感、优秀的阻尼，加上多轮调教带来的操控感，宝骏510无论是从外在还是内在，都能满足年轻消费者的需求。